薛家燕朱咪咪呢日出席流行经典50年节目录影，月底就是家燕姐嘅70岁生日啦。不过佢嘅庆祝活动就宣布咗取消啊！今年生日呢，其实我一早就订咗酒席噶啦，就系3月29号，应该系几十位同一啲学生啦、fans 啦、朋友一起庆祝的、当然还有我家人啦，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的关系呢，没办法可以凝聚那么多人，所以为了这个安全起见呢，我们又唯有取消了它咯。很多 fans 都觉得很可惜啊，我说是啊，因为来到个个戴着口罩，我又谈不到偈，又成不到嘢。咁唯有等出年咯，咁即希望大家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。男朋友又会送咩惊喜俾你呢？佢有问过我中意啲咩礼物嘅，咁我就话：哎呀，唔使咩礼物啦，你求其送咩我都中意嘅。咁佢话会另外有啲惊喜啦，咁我都唔知系乜嘢。最近朱咪咪重返 TVB 拍《陀槍師姐2020》，仲是做翻同一個角色添啊！其實咧個劇唔係好重嘅啫，陀槍咧好似唔知開20几集嘅，我只係做翻以前二妹姐嗰個角色。即係我個女咧，我咪有三個女嘅，三元四喜五福嘅，但係四喜五福咧就可能已經唔好撈呢行啦。所以剩翻阿三元同我咧，即系我哋之间仲有楞翻少少，即系以前嘅陀槍嗰啲情节嘅，我一样做翻阿二妹姐嘅角色嘅。